是国内唯一同时具备有美式以及澳式训犬专场，以及同时具备有爆炸物制作以及处理专场人员。我们依令是执行总统、副总统的一个立领长者的培安侦查暴力物的任务，所以说会建构这只犬只闻到这个爆炸物的气味，它坐下来，眼睛看着那个地方，我们领犬会从后面丢掷这个毛巾卷，让犬只以为这个毛巾卷是从那个爆炸物的气味跳出来，然后进而去连接这个爆炸物气味等于玩具奖励的一个目的。所有的犬只它可以宁可不吃三餐，但是它一定要得到这个奖励。我们在训练侦爆犬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缉毒犬的规格来训练这只侦爆犬。初阶搜索结束之后，我们会有所谓的进阶搜索，最后一项就是拟真的立领场所的一个模拟训练，就是完全没有这些它平常初阶训练所会产生的东西，完完全全就是我们人类所会接触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下会得到它要的奖励。未来我们将运用美式的一个操控以及稳定，并且结合澳式的一个征收快速以及嗅源管理机制，我们会发展出所谓美澳混合的模式，去培训出我们最适合在特勤以及反恐任务上面最佳的侦爆犬。